共联合利剑2024B 军事演习结束之后，习近平动作非常的多。他先是前往跟台湾一海之隔的福建考察，随后转往安徽来探访火箭军的基地。而中国央视今天清晨6点新闻的头条就是习近平来去视察火箭军，可以看到他被一群穿迷彩服、戴钢盔的解放军鼓掌簇拥，在一处飞弹车车库里面走动。远处的火箭军基地可能位于安徽的合肥。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他也出席了这场活动。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，来去严肃查处官兵他们身边的腐败问题还有歪风。Hello， 我是张新闻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